火光阵阵的表演啊，带给我们的聚光夜。所以作为我们这个，我知道孟佳跟我们中美日上有非常深的缘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前不久，我记得应该还没有过半个月吧，才刚刚在这个场地见证了一个节目的第一名诞生。对，就是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录到晚上大概2:30左右。手艺人大会第二季，就是在中缅日上。大家有看吗？有看啊，虽然奇葩的妆很奇葩，但是好看的妆也很好看。对，因为这个第二季彩色的荣耀呢，就是我们中缅日上独家冠名的。对，所以应该经常看到我们中美日上很瞩目的 logo， 对不对？那可太经常看到了，是不是还配合穿一样的颜色？对，而且今天我看到孟佳真的每一次在舞台上都能让大家感受到，她不仅在歌声舞台上表演力上非常的稳定，而且她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满分。要问一下我们的孟佳 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发光的状态？对，其实我已经将近有十几天，快20多天没有回家了，然后一直都是在出差，一直在出差，到处漂泊，然后其实就比较容易乏。其实坐飞机虽然说是休息日，但是坐飞机其实也就还蛮累的，所以我的眼周啊，或者是皮肤状态啊，其实都没有特别好。但是因为我刚落地上海的时候，我一打开我酒店的门，我就看到雅诗兰黛给我准备了特别多的这些护肤品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眼膜，然后还有小棕瓶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赶紧，这咱这个护肤品的活动，咱不能拉垮，我不能因为我的皮肤状态拉垮，所以就是有擦那个小棕瓶，然后有敷眼膜，所以其实今天的状态看起来还好吗？好，只有这边有声音，好吗？好，因为你要把眼神跟他们交流，我以为你们看不到呢。因为真的我觉得深途直出都没有问题，我肉眼看超棒的。所以哎，我要给你出个难题。怎么说？因为我看你在节目当中又给大家秀就是很多 ending pose 的那种眼神的魅力，能不能现场？不是，那是一个主题，是女团 ending pose 对不对？对，现场我们今天加大一点难度，来两种不同的眼神的 ending pose， 一个是抒情歌的，一个是舞曲的，好不好？抒情歌，哎，两种眼神的状态给大家感受一下。来 ，Kamara 老师，看哪个机？中间那个机位。老师帮我们亮个灯，哪个摄像机？老师，啊，这个中间这个，好不好？大屏是可以看到吗？大屏啊，大家想看吗？我们麻烦大屏帮我们清一下。太好了，来，我们这个机位有请。好，首先抒情歌的 ending pose， 3、2、1。哇，然后快歌，含情脉脉啊！接着是舞曲的 ending pose。我发现是这个老师哈，稍等我一下，来3、3、2、1。哇，感受到那个舞台魅力绽放的那个时刻啊！完蛋了，所以大家每次觉得我 ending 在喘气是假喘。哎，所以其实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唱跳真的挺费体力的，真的是真的喘，真的喘。但是声音是真的稳定哈。那也要问一下孟佳，刚刚讲到对我们雅诗兰黛的喜爱，包括小棕瓶眼膜啊，我们的眼霜啊，你用眼霜的时候，你觉得对于你在眼周的状态保护最有大的帮助是在哪里？最有大的帮助在哪里？你的感受有什么特别让你心动的？首先，它的成分特别的纯，这是肯定的啊。那然后它非常的好吸收，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眼周最需要的一个关键词，因为眼部的皮肤我觉得比较嫩，就比起脸中啊还有额头来说的话，眼周的这个皮肤太嫩了，最吸收的一个部位，所以它一定是，对，所以它一定要是能很快能够吸收进去的。然后前天晚上，因为我是前天到的，包括之前也一直在用，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一定要保持去用，才会让我的状态看起来是最好的，然后可以把我的疲惫感赶走。啊，太棒了！通过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，包括我们的眼霜，都能够驱走我们啊日常工作繁忙造成的这种疲惫哈、啊。再次把掌声送给状态满分的孟佳。那我们待会儿还会有更多的惊喜，期待孟佳给我们带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让孟佳稍作休息，稍后再见喽、哦。